周杰伦新综艺来袭，林俊杰加入不算啥，这位天王才是万众期待。在娱乐圈中，除了一些演员备受观众喜爱之外，有不少歌手也是非常受欢迎的。他们出道多年来发行的很多专辑都可以算得上是销量口碑双丰收，就比如说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邓紫棋、张杰、薛之谦、陈奕迅、杨千嬅等，很多歌曲都已经成为了大家 KTV 的必点曲目，如今发展越来越好。既然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个圈子中人气与实力同在的歌手，那么周杰伦绝对算得上是其中之一，推出的很多音乐传唱度都极高。令我们大家非常惊喜的是，目前他有一档综艺节目即将来袭，所邀请的嘉宾阵容可以算得上是非常豪华，不少网友得知他们是谁后都纷纷表示等不及。他出道这么多年来，不仅仅发行的专辑备受欢迎，而且很多音乐类的综艺上也常常活跃着他的身影，相信有不少人都看过《梦想的声音》，他担任导师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经验以及技术上的指导，更重要的是有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以及插曲都是由他演唱，《背对背拥抱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。